我阿妈。阿仔，你有冇见好翻啲？都就嚟唔得噶啦。菜，咪帮你买咗自愿医保灵活计划咯。嗱，医生建议你揾个家居看护照顾你，佢嚟紧啦。家居看护。Hello， 你就系肥肠。好彩你份灵活计划包咗家居看护同 SMM 嘅保障。你住院嗰时超出基本赔偿额嘅医疗开支，就会喺 SMM 度得到赔偿，平均赔到超过九成噶。一阵间帮你洗埋个伤口啊！你今次入院要成70,000+埋单，有 SMM 赔偿额有成69,000+，实际只系俾咗几千蚊咋。喂喂，你有冇听紧我讲嘢噶？听紧听紧。多得自愿医保灵活计划的 SMM 可以令我更安心。